穿着海滩裤，嘴上哼着张雨生《大海》的轻快旋律，现场来宾有的直播精彩实况，有的跟着唱和，抓住夏天尾巴一起放松。这是云林四湖三条轮海水浴场海洋之音音乐会活动，就是有那种穿着海滩鞋啊、海滩裤啊来这边，然后好像跟大家一起来这边玩那种感觉。所以唱起来很轻松，对，就是会整个放松这样子。这场聚私烟活动是由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举办，会场设置许多闯关活动，游客也可以走走森林步道，享受分多金，或是坐在舞台前听悠扬的乐音和聚私烟的宣导，一起长知识。买烟的时候，如果我给他看到了私烟、假烟这种东西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可以去检举他，检举啊，财政部国库署，那也可以到我们县市政府啊，是都可以提出检举。那还有更方便的，是你打通电话就可以来做检举。什么电话？财政部国库署的检举专线，检举专线，记好了啊，0800-867-890。在海水浴场这里，如果有要玩水或是说休闲的时候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可能脚下然后注意有一些壳壳这个残留其他的这个风光明媚，有很多步道跟森林步道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这里休闲玩乐。海水浴场涌现久违的人潮，当地民众也期盼能再多一点漂亮的打卡点，让这里再度热络起来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廖丽芬台湾云林报道。